大家好，我是李医生。咱们最近呢，居家的人啊是比较多的，平时上班感觉到疲劳啊、劳累，总想放个假休息。结果呢，现在突然在家休息上一个星期，甚至一个月之久。有些人呢，居家工作、学习，还利用空闲时间陪陪孩子、锻炼身体等等。但是呢，咱们有一部分人呢，难免呢会产生一些困惑呀、无助呀，包括恐慌这种心理困扰。那么，如果出现这种状况呢，怎么去做好居家期间的自我心理调节呢？首先，咱们正确的认识情绪，接纳情绪。情绪它本身啊，是一种主观的感觉，不代表客观的现实。想要摆脱这种不稳定的情绪呢，要敢于面对问题所在。一味的逃避呢，只会让自己更加的低落。首先呢，咱们要觉察情绪，接纳情绪。一旦某种情绪发生的时候呢，要先学会接纳它，观察情绪，向内寻求。可以通过像写写日记这种方法去记录当时的情感，从而达到一个认知自己。只有充分了解了情绪的本质啊，才能够更好的控制和调节情绪。你只有很好的接纳它，才能够更好的消化掉。还有呢，就是避免长久的沉浸在大量的这种信息当中。很多人在居家期间呢，常常忽略一些积极的信息，关注不利、负面的消息，陷入了这种对未来和远方的恐慌当中。那么咱们与其啊关注一些无法确定的将来，不如将目光呢放在眼下，进行一个自我暗示，树立一个坚定的信念，选择正规的一个渠道信息，避免信息过载。那么长久的沉浸在网络世界当中，选择一些最科学最合理的方式，多关注一些权威的科学消息，不信谣，不传播来源不明的信息，才能够有利于理性的判断，正确的选择，避免盲目相信一些不良的信息。另外呢，就是要动起来，从小事来转移注意力。咱们注意力呢是思维的养料，越对抗越压制，不好情绪呢会变得越来越强大。那么转移注意力呢是一种比较缓和的疗法，把自己的思维和看法从焦虑当中啊摆脱出来，去关注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物。可以在家做一些瑜伽，或者呢根据这种视频呢去做做居家运动。运动的时候呢，身体啊会产生一些内因性的多巴胺和内啡肽，它呢可以给咱们提供一个快乐的物质，或者是看看书啊、电视剧、种种花等等，都可以有效的分散你的注意力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。